喂，好急啊，一陣再講。好，去去去。哇，熱屎辣辣，佢嗰啲水香茶寮飲下下先。阿姐又去洗手間，呢度有間水香茶寮。咁呢間水香茶寮最出名係咩呢？檸檬茶沙冰，冇得唔試。尤其是而家30多度嘅天氣啊，冰凍嘅凍檸檬茶、港式凍奶茶都係呢度嘅最出名嘅之作啊。咁另外咧，呢、這個茶葉蛋，古法馬騮搣，用馬騮搣嘅茶葉去做嘅茶葉蛋，你食過未？啊，入去嘆一嘆，唞一唞先。誒，林導你做咩喺度偷懶啊？偷懶飲茶養生啊，好緊要啊！啊，呢、這個鄭太嚟介紹識先。鄭太你好。做咩喺度飲茶？阿鄭太話咧，呢、這個大熱天時咧，飲杯白茶啱啊，即刻飲啦，攞嚟解一解暑啊，其實好舒服啊，即刻。哇！呢度咧除咗檸檬茶同埋奶茶出名之外咧，其他茶葉都好有名嘅，知唔知？茶葉蛋有冇食過？馬騮搣過。馬騮搣茶葉蛋。浸兩日噶，哇！喂，即刻試呢個真係馬騮搣過。OK 啊，鄭太精心炮製。嗱，呢個就係馬騮搣嘅茶葉蛋，有兩隻款嘅，一隻係老身啲，一隻係嫩啲嘅。我想試下老身啲嘅，就應該有味啲嘅。煮足兩日啊，呢個嫩身啲嗰啲就8個鐘嘅。嗱，大家睇下啲顏色啊，哇！哇，裏邊都係啡色嘅，見唔見到？我試一試先，可以啊。我同普通嗰啲茶葉蛋咧，個味道有少少唔同，馬騮味道咧好出，同埋有陣清香。唔好吸下，我要食埋啲嘢先。但係本身鄭太你都係一路住喺大澳，原居民就係大澳，只不過咧我係10多歲離開咗啦，咁而家退休再翻嚟啦，9年。而家大約第10年，檸檬茶奶茶都是我先生做的，他就很喜歡研究調教的配方啊，全部都是他自己做的，我就中國茶多一點，他就西式的，那我就按時間來到泡不同的茶，即是4季都不同的茶，通常這個時間我們就給白茶去喝，白茶是比較清熱解熱，還有它的抗氧化功能高，咁佢個防輻射啊，咁各方面都係非常好。真係不得了啊！睇下呢個咁嘅隻茶真係，我如果我真係要買俾勁買啲觀眾啊，不如搞場直播呢度。可以啊，冇問題啊。入阿鄭太約一約咯。OK， 不如入嚟大澳搞喎。梗係好啦，玩癲啲啦。喂，話時點解遮咁耐？誒，喂，你去廁所有幾粒鐘啊？喂，你廁所流啲咩出嚟啊？買蝦醬啊！喺廁所買蝦醬，哇！你廁所蝦醬臭唔臭先？你自己索下。啊！阿廖話：阿廖話搞直播。搞啊！搞啊！搞啊！你呢度搞啊！搞啊！搞啊！我買多兩樽蝦醬咯。好啊。大春，你完全翻嚟啊！大春，你入边过成点啊？大春啊！喺石壁水坝嘅另外一边，仲有好著名嘅石壁监狱。不过如果冇咩事，就唔好入去啦。咦，大春点解你喺度嘅？我啱啱爬上嚟噶嘛。先生，你被捕了，先生。我游过去啦，九龙。你那边深圳啊？那边。深圳，深圳得好。